家都知道中国戏曲博大精深，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那都是很难掌握的，但是玛利亚这样一个外国姑娘可以把戏歌唱得有模有样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，玛利亚还会咱们中国戏曲当中的一个绝活，不仅会不仅掌握了，还把她带到了世界的舞台之上。一起去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。2009年11月，第59届世界小姐大赛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，来自118个国家的118位佳丽齐聚一堂，共同角逐世界小姐的桂冠。玛利亚就是其中之一。在这次比赛中，玛利亚获得了最佳才艺奖和最佳时尚奖2项桂冠。而在才艺比赛环节，他表演的就是中国的变脸绝活，其娴熟的技巧和精湛的表演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位评委。中国的川剧啊，有一个讲究，它是传内不传外，传男不传女。你是女孩，又是外国朋友，你的老师怎么就能教给你呢？我觉得第一个是一个缘分，第二个是一个爱。因为我第一次我碰到我的老师，我告诉他，老师，我说我爱中国。他说，哎呀，你说这个话，天天你说你爱中国，为什么你说这样？我说，老师，我真的要，我爱中国，我现在要去参加世界小姐，我说我要把中国的文化、中国的艺术，哎呦，放到世界小姐的舞台上。我告诉他这个话，他说，你给我特别感动。他说，玛利亚，我会教你，但是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因为你在世界小姐的舞台上，你不能把我们的文化还是我们的戏曲办的放的不好的。我说，老师，我会坚持演这个，会坚持学习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亲眼目睹玛利亚给我们带来的川剧变脸。